天是第几堂？第五，也是第五堂哦。好啦，再见。定点的就好，定点的挖角，对，先固定完之后，我们再做一点点的进行。OK， 好。Thank you.
慢下来。好，可以哦。那你拿吸管不用吗？拿不了，你把你脚过来。好，两只吧。两只。同一只。好，原地坐。抓不到水，它还是动作，动作是对的，但是它如果可以再做一点连贯，比如说，就不会是，不会是一二三，对，一二三，三的动作会摆的比较有效率一点，一旦你把脚伸直给我，好，我会带着你勾，然后你会听到我喊。效率了，对，有动力了。然后就像我们我先不调整很多，先把效率先夹出来，这样就好。我夹回来以后，我找不到勾。一般来说会先要求勾习惯之后就会很自然的就放地方。而当你如果很多人他会勾的时候，第二下就撇掉了。OK， 然后会先勾着，然后你先注意的动作就是那个膝盖哦。会完全的变成是一个最后你会太垂直，就是会变成太高级啊，太高级。因为蛙脚，你只要勾膝盖，只要有垂直的力量上来，你身体就一定会沉。但是如果你把脚整个连大腿一起带动变成这样子的时候，那就更容易直接就下去。这样下去就不要下去。不要下去，所以屁股的时候，大腿这一段不要很刻意的做成这样子的动作，就只是一个弯膝盖。可是弯膝盖一定会有一点点脚痛，那没有关系。而至少发力点是先弯膝盖，不是先动大腿。我懂。弯膝盖，大腿不要收。这样子的哦，这样子好。自由式，自由射手，自由射手，那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为什么关不掉？看前面，抬头的看前面，这是会。关掉啊！先推出来，先推出来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
三阶训练场景。外双边的那个太难了。对。三边蝶角自由自由走。去拍那个秘密了，好加油，加油。